哥说的全是实情，我在台下亲眼所见。住嘴！谁叫你们俩出去打擂的？爹，打擂夺帅，皇上有旨，人人均可参加。七弟八弟私自外出，不遵父命，是他们的错。但打此攀报，实在出于无奈，不能怪七弟啊。是啊，是啊，不能怪七弟，攀报的错，这不在七弟身上。自归宋以来，咱杨家深得皇上的厚爱，理当驰骋疆场，尽忠效命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竟会惹此大祸呀！爹，既然是厚爱，为什么要您亲自回来抓人呢？抓不到难交差，抓到了更难交差。难道真要把七弟送去问罪吗？爹，爹，皇上用心险恶，不许胡说！来人，带杨衙役。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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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郎，七郎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打死潘豹呢？事情还没弄个水落石出，你就把人带来了，你不知道这违旨杀人是有杀头之罪吗？杨爱卿，凶犯逃入杨府，这事出蹊跷。凶犯是何人呢？我儿七郎杨延嗣。因何抗旨打死潘豹？回禀皇上。皇上，杨继业之子违抗圣旨打死我儿潘豹，理当重处。但应州吃紧，朝廷正值用人之际，急需杨将军挂帅出征，一除边患。微臣恳请万岁开恩，免去七郎之罪，免去七郎之罪。真不愧是跟随先皇的开国老臣，能如此深明大义，顾全大局，朕深感欣慰，朕应允就是。谢皇上。退朝。吾皇万岁万万岁。难道公子就这样去了？老爷，我家宝儿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去了，应该让他偿命啊。偿命？让谁偿命啊？就女儿那件铁刺衫，就把事情全弄坏了，暗中作弊。那你也不应该把他放了呀。不得已啊，不然就不是现在这个结局了。
来来来来来，七弟，七弟，咱们为七弟来。大家举起杯，来来，为七弟的归来，为七弟的归来，来，为七弟的归来，也为九泉下的潘豹。我说，姑娘，怎么了？我找杨继业大人。七郎打死潘豹，虽说潘豹深藏暗器，为止作弊，但毕竟被七郎打死，杀人偿命，此乃天理。更何况皇上已有不许危及性命的训示，可没想到潘元帅胸怀大度，亲手为七郎松绑。潘家的恩情，孩儿们要牢记在心，日后理当厚报。老爷，有个远道而来的姑娘要见你。杨大人，你是谁？找我有什么事？杨大人，姑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好吧，你说说，你说吧，别怕。姑娘，你家住在哪儿？我家在雁北杨树寨。是应州以南的那个杨树寨吗？对，距应州还有120里。你一个姑娘家出来干啥？怎么被打成这样？谁打的？我爹，我娘全死了，房子也烧了，还有牛羊。爹临终时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去找杨继业。杨爱卿文武兼备，威名四镇，实乃我大宋之栋梁。今日携子率军出征，为国尽忠，为朕分忧，朕祝你们出师大吉，凯旋而归。杨继业，生于僻壤，秉性粗鄙，文不能定国，武不能安邦，蒙皇上洪恩浩荡，惶恐之至，秦王效命，忠心报国，纵死沙场，杨家也绝无二志。杀！杀！杀！
谢皇上。家，这桩心事就能了了吗？我知道，你和宝儿很有缘分。宝儿也不会让你走。我一个女孩子家，问不懂，我不会的。要说和潘宝的缘分，也就那么几天，我知足了，也该知足了。潘宝是贵人公子，是大人的独生儿子，都能以社稷为本，以国为重。何况我只是你家里的丫鬟，潘宝不在了，我留在这儿只会给你添麻烦。禀太后，宋王赵光义已出兵应州。哦，赵光义这次派的是谁？杨继业、杨光美和杨继业的八个儿子。杨继业？杨继业不是在家养病吗？听说杨七郎打死潘仁美之子潘豹，杨继业这次来应州是戴罪立功的。杨继业离应州还有几天路程？大约六天路程。我们离应州还有多远？一天。好快呀、这棋让侄女在后头逼着走，可就输定了。那是皇叔心不在焉，您一下棋可心思又没在棋盘上，而在夺取幽州的路上，心猿意马，举棋不定。若把这话反过来，您治国但心不在国事而在别处，那岂不更可怕了？白子真输定了？那当然。哎，完了，幽州完了。这是下棋，与幽州无关。
这棋还有没有办法？办法，除非有高招。我已经打了赌，并且压了咒，若能胜你，便可拿下幽州；若胜不了，幽州仍属北辽啊。这真是高招啊！如此一变，动一子可扭转全局，白子胜黑子。哈哈哈哈！爱卿，先皇在世时曾向五台山许下乡愿，临终前又一再嘱咐，要朕亲自前往还愿。再过一旬，便是进乡还愿的黄道吉日。故而，朕想借赴五台山进乡之机，夺回幽州。潘爱卿，你意下如何呀？皇上，依臣之见，既去五台山，就要有一个进乡还愿的架势。我看，可命宫娥嫔妃耀臣眷属随皇上一同浩浩荡荡前往，以乱北辽视听。萧太后得到进香消息，对此不会有所疑忌。另外，再派几路人马，白日宿营，夜间赶路，直插幽州。待辽军发觉时，大军已兵临城下，他赶赴应州的重兵已来不及回撤。那时，我军人马即可乘虚而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举拿下幽州。好。大人，请用茶。嗯，玉容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干女儿了。嗯，是，干爹。明天，随皇上一道，上五台山去。那，你们去五台山，我去不去啊？皇上去静香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台山进香。对，太后，送往龙居奉免，宫女嫔妃，侍女家眷，倒是一副进香的架势。杨继业他们父子已出兵应州，现在赵光义又到五台山进香，这其中怕是……我军前队现到何处？已在应州城外50里扎营。杨继业他们呢？杨继业日夜兼程，离应州只有2天路程。应州没有城池，很难固守。再说，如果赵光义又趁机取我幽州，岂不首尾难顾，进退维谷？与其这样，倒不如……传我的话。在。除前队和耶律休哥、耶律西底这3路将士外，其余人马全部向幽州回撤。
另外还要让杨继业相信我辽兵全部驻扎应州，因而不敢轻举妄动。诸位还有何妙计呀？太后，我看可以收买奸细，以讹传讹。杨继业不是傻子。太后，依我看可在应州城外增添一些宿营的帐篷，以此迷惑宋军。好，这是三国战吏张飞的芦花荡。还有，为了弄清赵光义去五台山进香的真实用意，耶律沙，在，你带上金顺哥同去五台山，跟踪赵光义，刺探实情。长，要不惜代价，最好深入行宫摸清底细。你走后，我将率军赶回幽州，在野岭谷安营扎寨等你回报。长。
快去，否则就赶不上了。他们在五台山下左侧的树丛里。记住，这封信一定要当面交给高怀德、呼延赞二位将军。是。不得遗失，不可延误，更不能让他人知晓。去吧。你是什么人？辽兵探子，不是刺客，所以你不用害怕，只要你说实话，我绝不杀你。潘大人，你和皇上来五台山真是进香，还是另有所谋？哦，是写给高怀德和呼延赞的。你是探子，不是刺客，所以不杀人，只要消息。实话全都写在信上，我不能让你白跑一趟。打开信，仔细看看吧。禀太后，宋王赵光义进香是假，夺取幽州是真。宋将高怀德、呼延赞两位将军日前夜行，正逼近幽州，潘仁美限他们三日内赶到。今日是第几日？今天是第三天了。哦，你比他们还多着一天路程，竟然三日内赶回辽营，可想而知你是十分辛苦了。和你同去的金顺哥呢？回太后，若没有金顺哥舍生忘死，宋军底细实难弄清。为了大辽，他被潘仁美杀了。你下去吧。这儿。天庆王。臣在。记住，每年的今日，牛羊马各二十头给金顺哥家送去。扎。眼下，应州情势如何？杨继业已进驻应州，并加强了防守。既然如此，先不忙攻打应州，再等几日，摸清高怀德、呼延赞到幽州后如何用兵，然后再做决断。另外，应州、幽州及五台山均要派人加紧打探，随时回营禀报。扎。今天的烽火会告诉明天杨家儿女都已经远行，骑着汗淋淋的战马，破碎的战
旗，染红了白云，染红了白云。今夜的月亮会告诉明天的风云，把血迹冲洗的干净。将军之囚，都百战死，为国捐躯，虽死犹生，虽死犹生。今夜的星辰会告诉明天的大地，要记住昨天的战争。透过重重叠叠的岁月，听吹成，功败吹成。